各位老师、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3号候选人张宇夫。以下我有三个证件，首先就是我想让学生证在学校除了是图书证外，有更广泛的运用，像是在校门增设刷卡机，让学校及家长能准确知道学生的进出校门时间，且推动合作社行动支付电子化，减少带金钱到校的不便。第二点，把衣服材质改成舒适的吸湿排汗衫，改善排汗不佳的问题。第三点，因防疫期间大家运动量不足，所以我会把早鸟杯改为每学期举办一次，增加大家的运动量。以上就是我的政见，如果大家认同我的政见，请投你神圣的那一票给我，谢谢。